你们渴望成为强者吗？我渴望过，因为弱小的我曾亲眼目睹家园的毁灭，所以我追寻力量。雷电改变了我，但强者依然守护不了你们每个人。弱小的你们永远都被欺凌屠戮，我用尽全力仍只是一个无能的失败者。真正的强者不应该只是我一个人的强大，他应让更多人都拥有直面风暴的力量。长安，我亲手建立的家园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